你有问他进多少钱吗？七十几到两百多，三百多，一样。那我们说，我们这七十几就是最便宜的那个。他说要三百多，我说最便宜的呢，七十几，那不一样吗？那我还到那还是那个，是不是？我还是叫磊磊给我买的。三百多好贵啊！啊？对啊。我刚才说你借多少钱？一样价格，不要那最贵的，便宜的也是七十几，跟他一样。三百多的可能又轻又 flexible， 对不对？下次咱们再打高级一点要卖。等他到 A21 的时候再给他。A21？ 哦，那我 never。对啊。我买不起，我没机会买，不是买不起，没机会买。I think we're four times.